对啦，啊，我叫人去接你，听伊讲无接到你的人。是安怎？我钱就花你，你就找着我的。你是毋是派人监视？我是关心你，烦恼你的安全。是讲你呐，知影讲迄个同伙是我的人，啊，你搁家己上伊车。迄人是咧细汉，真大尾嘛，佫真无礼貌。好了嘞，叫伊替我好好甲教示一下。你讲啥？你是顾家的大汉囝，你无唔对，我就是顾家大汉囝，顾志良。知影这好消息的时阵，叫我细只的人，就出来的人，你真正是阿兄，阿兄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我接到消息的时阵，你跟我讲，蓝宝石代表的是坚贞的承诺，可爱。你讲我是你的蓝宝石，予你找了幸运，予你指引方向。原来这一切拢是悲惨，你哪会当用咱们的酒送我一滴鱼膏？刘克群。你哪会当陪我去十几年？来呀，来呐！我当然是阿妈婆应该做的代志啊。哎呦，你即卖想，万一袂用的啦。我是讲翕婚纱的，啊，你想啥？你见我创的？哦，哎呦，那玫瑰唔知你想啥，原来我种的是白哦。好啊，新鲜糖哦，足调皮的哦，调皮，想要欺负你的棉花糖啊！你这么玩，白的。志良，你是高志良对不？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，志良，你真的回来啊！我都知道你爹回来，二十多年啊，我老孙我永远无机会去看到你，永远无法度去相聚啊。在你做什么代志拢无得完全，人生有可能是钱、朋友、恋人，即马你感觉呢？就是嘛好，一个囡仔你就感觉真快乐，真完全。哎，我小姐啊，你在做啥？嗯，我明天要量，跟伊求水分。张家良是伊男朋友，我唔是。你是张家良，你是我的张家良，你永远拢是我的张家良，你有听到吗？阿姨，请伯伯，哎呀，阿姨，请伯伯，阿姨，等我。张家良，你讲你要跟你拍